新鲜的豆馅儿，把包装袋儿包馅儿往里头放，这儿菜皮儿，把大红豆蒸了，蒸成了不少，包在这儿就从这儿。哎，你别跑！有病啊！你从这儿跑，松开我！你松开我！你他妈就算不松开，你能不能把你那嘴阻住？我真他妈服了一天天的那叨叨叨叨叨，那没完没了，真是服我，真是够够的，你不可吗？哥呀，你在这干嘛呢？你为什么跑呀？你为什么和我们一起散步呀？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明白吗，姐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也看不懂这死眉毛又想着越狱呢。主人，你那么一小臭狗，你管那么？走吧，你天天的，你事儿多就你事儿多，你那边就臭猫，臭猫，你他妈臭猫，别在这儿了，这儿多无聊呀！快走吧，哥，快走吧。果然，哥最听我的话，哥最喜欢我了，是吧，主人？你说是吧？嘿嘿，我的爱妃，这个他就是在干眉毛发闪眼睛了吧？你到底在干嘛呀，哥？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没事，你不需要听懂，他就是疯了。别管他，他一会儿就好了，没事的。等他一会儿，好吧？我们最乖了。主人，你他妈怎么一进去了？你怎么？